私房话，老实说。说什么？今天要说的是，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台湾很多女生上班要一个可能要待在办公室非常长的时间，所以呢，就一直坐一直坐，然后屁股就常常做出一些不好的形状。什么叫不好的形状？就可能比如说塌啊，然后大啊，可能垂啊，就各种，就是你知道，就是大家的。哎，你对屁股这件事情为什么躲这么远？对，因为你感觉塌有，垂有。那是没有，对，但是反正就是说，大家可是那三个我也中两个，那也很可怕哎。算命老师今天要教我们怎么样穿衣服，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以命中率这件事情来说，我们以学术研讨的方式来讲，有一点可怕。但是是不是说真的，台湾女生的屁股真的很难？对，因为台湾东方人的身形普遍比较容易下半身被拖垮。嗯，我们今天有艺人独眼，好吧，不是毒舌，好吧。会演独剧的刘书鸿，大家好。你对屁股有特别研究是不是？其实有因为其实我这几年开始健身，其实会在健身房去观察女生的臀部。对，这你是变态吧？对，这很变态。于敏也讲话了。不是不是是观察，对，应该是会去观察，然后运动还是我其实发现其实有在运动的女生，她的臀部其实都会有一定的弧度。那这个于秉彦，哎，大家好，其实我最近在健身房开始呢，就是瞧女生的屁股，哎，不是哦，没有硬讲，最后一个事情。没有啦，其实呢，因为我们做模特儿做比较久了，所以很多人看起来模特好像都是哦身材非常好，四肢非常纤细，其实呢真的是包起来的地方你们都不知道而已。对，要不然其实我们在后台，我们常常在后台，比如说要做服装秀的时候，在后台其实都是一览无遗，可以看得出来每个女孩子呢，为了要让自己瘦呢，很多瘦的方式都不是很健康，可能不爱吃东西啊，或有些东西不吃，刻意饿肚子，那这样子瘦下来你的屁股只会垂，只会塌。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被衣服包住的时候，你们会觉得说哇，好像身材很好。其实如果他们在穿合身点，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是没有屁股，或者甚至是垂的。太瘦，其实很多女生是没有。对对对。听说你讨厌什么？哦，我最不喜欢看到就是呢，单穿浅色的 legging 上面有花纹的，然后外面都没有穿什么，只穿了一条 legging。因为你也知道，如果你身材不好，穿这个根本就是原形毕露。哦，有人这样穿出来吗？有，没有？其实。大概两年前很多人这样穿，中间有稍微停了一年，没有人这样穿，但今年又很多人这样穿，因为很多人去路跑，穿那个什么跑步的裤子，对，或者是现在流行压力裤，很多人穿那个单穿，对，就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又回来了，好可怕。OK OK， 好，今天呢？大家看到后面有个板子啦，就是我们有三位女艺人对于自己的臀部呢都觉得自己有一些的问题，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她检视改造她们，好不好？她们先穿运动紧身裤，所以我们先把一号的思想给大家看一下，请你就位哦哈。哇，你也哇，其实翘的还可以，居然蛮翘的，好让人生气哦，还有点翘哎。制作单位为什么这些艺人可以来骗通告？他臀部是哪里有问题？这是 OK 啊，侧面转一下，侧面看看，侧面你转侧面，看局部不准，对，看局部真的不准。你放正常的，哎，也好啊，很，我觉得它是宽吧，宽大。哎，如果以正常的这个臀部来讲，它其实这一段有点太长，长屁股，它这段一长就会看起来屁股是垂下来，跟腿会看起来很短。对，它不够翘，它这一段很长。你为什么都只看一般门诊？啊，什么意思？这一般门诊哪有什么好看的？这加一颗就可以处理了。那我们看看二跟三，说不定就是直接要去急救啦。好，因为难度，这里好像有一些了，这是什么？扁平的，这个就是这里的肉掉下来啊。对，哦，这里很明显掉下来。侧面。但是真的有点整块往下走，不是屁股问题，还是肚子问题。肚子又是另外一题了。好，三号，三号，可以啊。哦，一个比一个小，比较没有屁股，这个又翘，翘啊，侧面，他比较没屁股啦。他对，比较没什么。没有，他的屁股的弧度有一种崎岖路不平的感觉。崎岖，而且有往外走的趋势。他往外走的趋势，对对对 对，往外过，就是像八带的这种。对对，被打。他比较像弹性疲乏的屁股。好，我们一起他们出来，所以一号是谁呢？一号请出场。
小优，你的问题。美人天好，大豆哥。你的问题是屁股吗？这样讲，开玩笑，不要讲脸的吗？那问题是什么？没有，我其实就是以亚洲女生啊，我觉得在台湾我们就比较吃亏，就是像我这种比较矮，然后可是屁股这样，大家就会觉得很大。对对，因为我像我在国外啊，我这个屁股超受欢迎。对呀、啊，拜托，对呀、啊，赶快订机票走吧。是哪一国？对你好不好？我去那个，就是我去 Vegas 的时候，我因为有屁股的关系，然后我就穿那种很贴阳光。有人以为是赌桌嘛，对不对？什么？玩 poker 吗？然后就被性骚扰。哦，你被性骚扰？你来什么事情、啊？我发誓，就是那个男的是一个印度男生，然后他直接这样掐我屁股，然后就走过去。他看得到，他看得到，对。可是到台湾就被嫌弃。搭他的身高来比例来，没有，他现在有点小小心机，因为他把他的上衣弄得比较短身一点。对，他如果上衣放下来是正常的长度，好，我放下来，你就会看，就会我说的，他的腿会看起来哦，屁股变大了，哎，对，大多了，很奇怪。屁股变大了，马上是不是？对，没错，而且就没有年轻的那种感觉。对，而且像我们不是都会去买那种女生很性感那种维多利亚的某牌子的内裤，然后它都是那种颜色好漂亮，很可爱，对，买好多件，花好多钱，回台湾一穿，因为屁股太大。他直接变丁字裤，丁丁，哇塞，差这么多，对，我都讲那个真的是一小片而已，人家外国人也是这样穿啊，对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肉就是贴不住，他就会你知道缩在那边，因为其实欧美的内衣品牌他们的内裤挖的比较深，嗯，那挖的比较深的意思就是你屁股的肉要够多，不是要大，是要肉多。所以像他，因为他只是大，单纯大，所以他的肉没有办法撑起那个深度，他就会跑到沟里面去。对啊，我也没有办法，我也没有办法穿那个牌子的内裤，真的哈，完全太大。我因为我没有屁股，太没有，太瘦，我没有屁股，他需要肉多呀，真的是。我只要回应说他真的要肉多的人，对，所以因为这样关系，我后来就买，但你又太多，就是买这种平一点，就后来就被嫌弃是阿妈那种。嗯，对，今天可以救了，好，这小事对女生来讲。接下来二号，请出场。